大家好，今天讲一下为啥戴口罩的时候总能够闻到一股臭味。每次在我们戴一次性口罩的时候，我们都可能会闻到一股臭味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主要是有两点。第一点就是来自口罩的异味，与口罩的外层的无纺布有关系。无纺布它本身是无臭无毒的，如果原材料和生产技术出现问题的话，就可能会出现异味的情况。无纺布产生的表层的气体，我们可以通过通风的方法即可能散去。汗结所产生的气体，这些气体被汗结腺包裹在内层的材料里面，无法在短时间内散去这个味道，人们在戴的时候就可能会闻到它的味道。正规厂家生产的一次性口罩，它是比较安全的，这些气体的含量它是也叫比较少的，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。第二点主要就是本人这一段时间可能有口臭的现象，平常很难够注意到，戴上口罩以后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空间，口腔异味就被放大了可能性，于是就会发生口臭的现象。